兄弟朋友们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今天去放鹰去了。上货了，看到没有？上货了！逮到一个黄喇丁！刚才黄喇丁呢？开路去了。吃下去了，不是这扎大肚子？哎，可等下。没事啊，给嗑瓜子仁是吧？看看黄喇丁啊，上黄喇丁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又吃到一黄喇丁。哎呦，鱼逮到鱼了，鱼上货了，抓到一个不小的鱼，看，好大的一条鱼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。快，把鱼捞起来，还正在摇，妈给捞起来，哎呀，别吞下去了，把鱼取出来。看这条鱼，嘴巴还在动呢，好，放里边吧，给俺点小的吃吧。好了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捕到鱼的那只鱼，在后面在晒翅膀呢。逮到两条鲤鱼，还有好几条那个花鲢子，小花鲢子，还逮了好几个黄喇丁。朋友们，今天捕了5-6条鱼，明天再继续搞。